哟，贝贝啊，你今日气色看起来袂歹哦，是毋是已经摇到我昨来你上爱食的水果啊？连我的表哥拢唔知我介意的水果是啥，你哪有可能会知影我上爱的水果是啥？干嘛呢？啊，你家看卖咧，啊啦，是毋是正确答案啊？ 你哪会知影？自从我答应了，我无甲别人讲过啊。真简单啊，因为我大概咧看你的时阵哦，我拢有足认真伫观察你的表情，还佮反应。我的表情佮反应，连你家己拢无发现哦。你敢知影？你大概哦，伫食每一种水果的时阵哦，你的表情啊，拢嘛无共款。啊啦，我是毋是足细心呢？哎呦，我无你即摆甚物表情啊？ 袂输啊！我是一个偷窥狂的，吼、哦，原本啊，我阁掠准讲你会足感动的啦，因为哦，我真正有足侪功夫哦来了解你的情绪呢。好啊，来你讲看卖，我即马是啥物心情？我看卖了吼，我感觉你即马表面上哦是真无欢喜啦，啊，不过嘛毋是真正咧无欢喜。 等到还阁有淡薄欢喜，乌白讲，我哪有欢喜啊？你根本就是乌白药。我哪有乌白药啦？我是真正有研究过呢。你哦，若是欢喜的时阵哦，拢会安尼咪咪啊笑。啊，若是生气的时阵，嘴哦拢会拗嘟嘟。哦，都就是你即马安尼啊？是讲我呢，感觉你并无表面上看起来遮尔生气。 像知影你是凊彩讲讲，还是你真正遮尔认真啊？我当然嘛是认真诶。阿婆，你看，你每一个表情是代表什么心情哦，我全部拢记录起来了。我为着要了解你想要爱啥，我拢有足认真伫咧做笔记呢。哦，拜托者，以前我咧读书诶时阵哦，拢毋捌遮尔认真过啦。 因为我有讲过啊，我会照顾你一世人，绝对毋是凊彩讲讲的，所以你即摆愿意相信我吼？那安尼，我出院了，你敢会像即摆共款，遐尔要紧吗？当然啊。你讲啥？你要出院哦？对啊，我要出院啊，除了无法度行路以外，我身体其他的状况拢已经好啊。 也毋过，即马拢还袂找到会当替你动手术的医生，你着要出院，敢袂想凊彩啊？万一替我开刀动手术，互我的双脚恢复知觉的医生，阁毋知影伫咧底，我总袂用咧伫咧病院空等吧？你安尼讲嘛是有道理啦。你若先出院，然后拍拼过正常的生活，我相信啦，真紧就有好消息。所以咧，你千万毋通放弃你的希望，知无？ 我看你知影，我要出院，就送一口气。你是不是感觉安尼，你就毋免来看我，照顾我？哎呦，哎，你收收者啦！我敢是管人，我毋来接你出院，我阁会安全，甲你送到厝。看讲你对我只有这点，拢无别项。除了这点以外，还阁毋甘甲亏欠啦。毕竟你还阁遮尔少年。 那毋是因为我的无细腻，你即马走到已经是芭蕾舞的巨星。你讲你也毋讲我，那呢？咱是啥物关系啊？啊，这应该是足特别的朋友啦。足特别的朋友，是安怎特别？菲菲啊，你即马问我这个问题哦。 比我以前伫咧读书的时阵，老师问我的问题，佫较歹回答咧。敢有啥你要歹回答？我都真正足歹讲的啊，非得都是足特别、足特别的啦。啊，我拢已经讲过，要照顾你一世人，敢讲这还佫无够特别，对无？